再见。这是穿越时空的思念。
忘记了，好几年前买的呢，好几年前买的。一下什么什么什么牌子？
不知道什么牌子，我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很久之前买没用的东西。没有礼物喊不动。
要叫你什么？李李李，要我叫你什么？你不是送了我一个血瓶吗？你要我叫你什么？一个血瓶叫一声。叫你超勇的人吗？是不是叫你超勇的？
没有的东西。累死了。什么歌？突然间讲起来，好像是，可惜没有读。我想不起来了，这首歌。可惜没录过，然后给你找一下谱子。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听不过，没听过这个。